牛皮现在11月18号啊，一个啊 ，Mr. 关大哥在跟你做个见证了哦，啊，他的是什么？他跟他讲让你懂啊。这是尿酸，他有这个牛皮癣。哦，他的脚是牛皮癣啊，现在好的差不多七七八八了是吧？嗯。啊，他脱皮慢慢消、啊、消肿啊。哦，然后，哎呦，你懂啊？你懂的。会消肿，然后没有这样痛了。嗯。痛已经减完了啦。嗯。尿酸的痛已经减完了。哦。以前上楼梯都成问题，现在可以上下没问题了。哎，喝了多久啊？啊，我喝了不到一个月。不到一个月、啊、哦。我只喝了四瓶而已，现在又回来做拿另外四瓶了。将、啊、要赶快去。啊，我准备拿一架来，然后来帮很多人以后。哦 ，OK。尤其在甘榜那种很惨啊。对对。这样你要谢谢你、啊、这样你要安排一下了、哦啊、这个泰赫兹是真的有效的、哦 okay、不要开玩笑、okay、我本身也是一名中医来的、哦、医不好自己是吧、哦、OK 谢谢你、啊、这是很好的见证了 OK